哦，有时候空气会让它在里面，对，会在里面。所以你是先加一些让它融在一起。没有了。这个这边应该有三组。哦，那原先那个就不要了，不想再去修它了，就哦，因为它上面还是有焊漆，对啊，还是有一些漆在上面。谢谢。